五零 K 钻头研磨器，台阶钻使用方法。五零 K 磨台阶钻可以放在600、800、6025、MW30等系列万能工具磨槽上使用。修整砂轮平面。根据钻头论述，我们在 50K 托轮上放入两个对称的顶针，在180度位置放入顶针。装入钻头。钻头台阶部位，台阶部位刃口应于托轮顶针成一条直线。锁顶。移动左右工作平台。调整至钻头所需研磨的长度。砂轮中心应于钻头中心成一条直线，然后调整 50K 附件角度向后3度。旋转 50K 附件，同时旋转进刀锁轮，调整进刀锁轮，调整到所需钻头直径。台阶钻研磨完成。